上高原，南高北低，北部平坦开阔，靠南的地方才有这种沟谷纵横的山地。此沟天降巨石，形似脚掌，故名老掌沟。老掌沟在京津冀越野圈声名赫赫，各种难度系数的天然坡道，全方位满足从菜鸟到大师的不同需求。即便是远距离，也能看出有些骑手身材尤其矮小。原来已经有玉二代到这里一试身手。越一代挑战的坡道自然要长一些，陡一些，近40度的坡度，路面布满碎石和深沟，这就是好汉坡。面对这样的坡道，没有点好汉的胆量，连出发的勇气都没有。这是距离坡顶最近的一位好汉，猝不及防，太过紧张的飞手完成了一次尴尬的超越。匆忙间回头，只见超越自我的骑手已经开始体会睥睨天下的豪情。虽然好汉坡的海拔不过1700多米。